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劳作美术作品展览，共有台北市75所公私立国民小学学生的作品参加展出，其中劳作作品2300多件，美术作品包括粉墨画和剪贴画400多件，琳琅满目，吸引了不少的小学生在场参观。这项展览的目的是在促进各校劳作美术教学的交流，并且可以据此观摩，作为今后教学的改进参考。从展出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小学生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力，在劳作作品方面所用的材料多半都是废物利用，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一种做法。这项展览从今天起将一连展出3天，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观。